我是营销王 3.0 第六组的 Christine， 我们第六组和第七组合拼啦，欢迎第七组的组员 Steven、 Eddie、 Jeff and Serena 加入我们第六组，我们这次合作组织一个更强大的团队，我相信以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第六组可以越战越勇，直到终点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心我逃不过你的眼睛。五月九日母亲节这一天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大家可能不像往常一样出外庆祝母亲节，但无论如何，居家也一样可以庆祝母亲节，花一点点心思让妈妈过个特别的母亲节。母亲节一年一次，作为儿女的自然要给妈妈送去我们最真挚的祝福，而我呢，我都是心里话羞于说出口。我们一家人个别拍了一段小视频和配上一些与妈妈的合照，然后剪辑成一个温馨的短片，就是我今年一份有纪念性的母亲节礼物给我的妈妈。爱你唱唱歌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母亲节快乐！妈妈，希望你喜欢我们呈现的母亲节惊喜哦。